最热烈的尖叫声以及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生日会的主角 JJ 林俊杰。生日会非常重要的30岁的生日就在上海， JJ 今天是特意来到上海，特意来到新天地时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最热烈的掌声以及最热烈的尖叫声给到 JJ。 是时间给大家来拍照。JJ 现在心情怎么样？因为看到那么多内地的歌迷，其实从各地赶到上海来为你庆生，此刻心情如何？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上海的朋友你们好。哇，好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在内地举办自己一个生日会。是，我觉得出道以来已经有8年了，一直都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今天终于，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聚集点。然后因为我的店也开在这里，对，然后我觉得今年也是我30岁生日，今年也是我品牌SMG的2周年，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时刻，这个地点，这样的一个场地，你们都来到这里，我觉得是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刻。对，其实我觉得对 JJ 来说，今天这一天真的非常特别。就像 JJ 说的，30岁生日加上 SMG 的2周年，其实得到了很多我们上海歌迷朋友的支持，对不对？对，我觉得今天来也是希望可以亲自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不管是林俊杰或者是 SMG 的一直的支持，谢谢你们。好，既然把 JJ 交到高山峰手里，所有的歌迷一定有福。我们接下来先让左边的歌迷来拍 JJ 好不好？左边的歌迷，我们 JJ 可以稍微往前走一点点，还要照顾到楼上我们1层和2层的歌迷，上面的朋友，你们的热情在哪里？只要不往下跳就可以了，手可以举得高一点。好，然后我们中间的歌迷，中间的歌迷，那块切水果王子的牌子可以举得再高一点吗？是因为之前 JJ 在微博上比赛一下啊。刚好看到这块牌子 ，JJ， 之前你玩那个切水果的那张照片，拍了几次才成功？拍了几次啊？对，你说我切了几次才达到那个破纪录？对啊，对啊，哇，我没数过，没数过，那有上千次吧？上千次。那次我在想象的是不是有工作人员躺在地上？那个照片，对，那个照片，那个好像有，其实还好，大概5、6次就拍到。5、6次就切水果成功，大家以后所有的歌迷也要玩这个照片，然后 @JJ 林俊杰，让他看一看好不好？来，中间的歌迷拍照。林老板就是林老板，还光要挤挤身上的 logo。